Good morning， 我和我宝宝的旅行，都好冷。那看到后面有没有？觉得，刘瑞，飘飘，对啊，这啥也不是，没摸的掉。三月份了，还有圣诞树。麦当劳。我们在阿拉斯加第一顿早餐，12点的早餐。不，我就是喝啤酒。对，我也差不多吧，反正，除了啤酒。啤酒倒喝，啤酒得喝那种不苦的，啤酒得看跟谁。看他们三个穿的，这三个情侣装。你早不肯给我拍照就算了。真的可以摸？哎，这一些是真的东西，是真的。还敢拍我知道只有人和鲸鱼做爱才会有快感吗？你给我讲过这一个。我知道，我只想说一下，我没看完。看着笑的Surprise！ 都缠着呢，这女人。猫吧。喵。哎呀妈，这不蝙蝠吗？面看你们两个腿差不多粗。这雪感觉跟你一样白。说话太好听了。你说你露出屁股给我干什么？你跳着的不是这种。觉得我也可以画出这样的画。Bacon wrapped 金针菇 mushroom。你觉得你画得出这幅画吗？哪幅？我看着这。肯定不行啊。
琴陪我弹了一天，喧嚣的大提琴，安静的悄悄的。看着没绿的，会不会我亮了？都不会在什么时候为我看。你们爱情的门就在这旁边。可以看下面，什么下面？哦，因为附近没有什么吃的，我们打算天天做饭。耶！我们在不知道去哪儿的，往哪儿开，乱开。前面的路超好看的。啊？干嘛？看，这里坐了一个小仙女。小仙女哦，我们可以在这里亲亲。那好，来，等一下啊，让我系个扣啊。我的外套好看吗？好看，我觉得它要再长一点就好看了。我怎么觉得在下雅图我穿它的时候是长的呢？难道是我长高了？是你变短了？你又变短了？你又变短了？这样好变态，怎么办？我能不能嫌弃它？不行，这里拍会有我的影子。张开一点，逼凉，好凉哦！看滑了，爷爷你想干什么？看滑了，放开邓飘逸让我来，不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放开他让我来，哎呦！有影子吗？有一半。有桥？有脚？有桥吗？有桥吗？屁股好看吗？屁股好看。胸好看吗？没有胸。还在拍？我觉得。要不我们两个也来一个？哇！我们来个神吻好不好？我操！你去跟那个说，你去跟那个。哎，我们去，以后的。亲回来啊！我感觉他是故意的，然后他一直想看这一幕，然后迟迟。看这一幕干什么？迟迟不说，这个拍可以啊。在雪地里玩耍，我有啥意义？刘伟，我们帮你拍吧，去桥上自己亲自己吧。你要看看我。你笑什么？没事，我就想那个自己亲自己怎么亲。他晚了。干啥呀？项目。这个傻孩子。我们走吧。可以。有点香哎，那好多肉。行，挺好的。看看。光线挺好的，那边哎能拍到哎，走，而且我觉得我相机里拍的比我眼睛看的好看的，有极光哎，好像还真的是，是吧？还是啊，认真，我们大半夜出来看极光。